下面我们来看第二点，就是关于国里面的第二点啊。这个国里面这个新约的第一大点就讲到新约原文的国主要有三个字啊。下面第一点我们特别讲到0386，那一个复活弟兄姊妹，我们应该要把它提升到不是只是一个活过来的表现和过程，而那是有一个特定的时间环节内容，这是一个道啊。那么我们说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我们下面来看第二个问题，0450和1453这两个字的意义相近，这是指人从死去或者休眠的状态起来和醒来，包括从死里活过来，那么也有生病病床上起来等等这一类的那个内容啊。那么我想我们可以看一下马太福音17章啊第9节，马太福音第17章第9节，我们一同来念。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还没有从死里复活，这里的复活就是用的0450啊，这是指着一个复活的状态和过程，就是说还没有活过来，你们现在不要讲，以后要为复活做见证，不讲也要你讲，但现在呢还不到时候。为什么？因为在那时候还是神隐藏的奥秘啊。当耶稣还没有复活，很多救恩的内容那都还是神隐藏的奥秘，是不能讲啊。那么这也是啊，我们说我们看见0450跟1453这两个字，他们的意义是相近的，都是指着在从死里活过来，或者一个生病的人从病床上起来或者醒过来，都是指这样的一个意思啊。这个是着重在这一个醒过来活过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来看一出圣经第3点，那就是在马可福音第12章，马可福音第12章第23节，我们一同来念。当复活的时候，他是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7个人都娶过他。当我们讲复活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讲这一件事情。这是撒都该人来刁难耶稣的，7个兄弟都娶过那一个妇女，然后大家都死了。撒都该人来刁难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复活的啊。等一下我们还会要讲这个问题，撒都该人到底相信些什么？难道他们是无神论者？他们认为人死了就完了吗？应该不会，因为他们撒都该人在以色列人中都是祭司，做祭司的如果还不信有耶和华，还不信人死了以后就完，如果是相信人死了以后就完了啊，那我想啊不大可能。但他们有他们信的道理，他们认为没有复活。因为什么叫复活？大家顾名思义就知道什么叫复活，那就是说在这个死，就是0599之前和之后，那是同一个人，那是同一个生命，他们就不肯承认这一点。撒都该人的观点就是怎么样？人死了不是完了，那是进入另外一个人生。0599这个死之前是一个人生，以后又是一个人生，这两个人生没有关联，所以不叫复活。但是呢，
都是我自己来经过。也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知道撒都该人都是放纵私欲，在生活各方面没有检点啊，贪图世界这样的一些人。为什么？他们认为没有复活，所以我今生所做的跟将来来生没有关系。其实在旧约时代，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一个认识。在旧约时代，很多人对于未来没有那么样清楚的认识，以至于更没有认识今生会决定来生。这些信息都是要我们主耶稣来了以后对这个道理才说得清楚。司洗约翰跟耶稣他们来到这个当时传道，他们最重要的一个宣告就是什么呀？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也就是说，今天你这个悔改不悔改，关系到将来天国来的事。现在我们表现决定我们的将来，这是今天我们非常清楚的认识。但是我们说，在旧约这个，他们的观念是比较模糊的，啊。那么我们说撒都盖人这个事情，我们等一下我们会专门再谈的。现在我在这里先从这一节圣经，就指出有一个很特别的用法，在原文里面0386跟0450两个字连在一起用。我们刚才已经讲了0386，那就是指着复活，而0450呢也是讲复活。那么用一个字就够了，为什么要用两个字？在这里撒都盖人是特别强调，如果说有这么一些事情真有复活，那么这七个男人都娶过那个女人，将来在天上不是大家要抢那个老婆了，对不对啊？到底谁是我的老婆？每个人都说是啊。那么今天我们说在这个地方呢是着重在什么，我们说从这里用法呢，我们我在这里选这个节圣经做例子呢，就要让大家看到这两个字的意思的类似但是有区别。这两个字连用，撒都盖人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有复活的话，那么到复活的时候，就是说0386的时候到了，他们都活过来了，就是0450，懂吧？他意思就是说，复活的时候，这些人都活过来了，这个时候他是谁的妻子？所以撒都盖人为了要强调没有复活，他怎么样？故意的把复活跟活过来这两个字连起来用。人家强调复活是强调复活，他是强调没有复活，他故意强调复活，然后就指出这是不可能的，到了时候要生乱了，七个男人要抢一个女人在天上，那不是大乱了吗？啊，所以他是在这里说，在复活环节的时候他们都活过来，他是谁的妻子？撒都盖人相信人会活过来，0450他相信，他不相信的是什么？0386。活过来他要活过来的，但是不是复活。所以刚才我们已经讲，复活有一个特定的内容，复活是一个生命的继续。而撒都盖人只想怎么样，我死了我再活过来，我重新做人，前面那个就一笔勾销不管了啊。我们都知道今天在教会里面有些错谬的道理也是类似，今天我们犯罪不要紧，对不对啊？啊，犯罪只是我们今生的肉身犯罪，将来在天上我们的灵体那没有影响啊。这些人根本不懂得今天一个人得救要认罪悔改什么意思。今天我们所谓的认罪悔改是要痛恨自己的罪。今天有一个人说犯罪不要紧，他不痛恨自己的罪，根本他没有得救。今天所以我们说，当然我们啊不把这个题目讲得太远，但是在这里就让我们看见撒都盖人他们相信的是0450有的啊，他们不是无神论者，他们相信人死了还要活过来的，但是活过来的时候是另一师
啊，来世再做人，来世做人是重新做起，而这一个跟我现在死之前的那个人生没有直接的来连带关系，啊，进入另一世重新做人，但是他们不相信复活。什么叫复活？复活的意思很清楚，你死了又活过来，表明你还是你，这前面的那一些事情还在你的记录里面，接下来是继续的。所以今天我们的今生，我们应该看到圣经里面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有复活，意思就是现在的你跟将来的你是有直接连带关系。我们的现在会决定我们的将来。所以今天当我们要相信复活，弟兄姊妹，我们有很多重要的信息和内容在里面。我们今天我们必须要慎重，我们必须要考虑到我们所有说的话做的事情都会决定我们的将来。至少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在天上在建造，有金银宝石的，有草木禾秸的，这一个天上的建造不是你将来到天上去建造。我们每一个人信了耶稣，我们都在天上得到了一片地啊，我们形象的来说得到了一片地，都得到了基业。这个基业大家都一样的，神是公平的，也就是说将来我们在天上我们分到的地是一样大小，但是在这个地上的建造是要靠你自己。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上面建造，建造的好还是坏，那就各不相同。有的多用金银宝石的，有的多用草木禾秸。我们都知道将来这一个工程要经过火的试验，草木禾秸的经过火，不但自己给烧掉，连别的都带着一起烧，而金银宝石的它能够经过火的试验。那么弟兄姊妹，我想你们也都明白今天什么是草木禾秸的工作，什么是金银宝石的。今天我们所讲的每一句话，哪些话是金银宝石的，那一定是造就人的，哪些话是草木禾秸的，不造就人。不造就人的一句话你在地上说了，可能啊被人指责，遭到批评，我们说那还不够，将来在天上我们说你说的这句话，你在天上添砖加瓦加了一块草砖，那我们说将来就要给烧掉，而烧掉的时候这些草可能连其他的也都一起烧。所以今天我们说话行事，我们应当常常要想到这会决定我们的将来，这就是叫复活的一个重要的信息。按照撒都该人这有什么关系，他们不相信天上有什么建造，什么金银宝石草木禾秸都没有，现在我尽量的享受啊，这是我现在活在地上啊，我命好，对不对啊，我是祭司，在社会上就应该受尊重，就应该受高待。但是我们说他们认为人死了以后也不是完了，重新做人，零四五零是有的，零三八六是没有的，啊，这就是撒都该人的观念。所以他在这里特别刁难耶稣的时候，他故意把两个字一起用。如果有零三八六，那么到了零四五零醒过来活过来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大家都要抢，因为在生前这个女人是我的，啊。那么当然我们说，等一下我们会看耶稣的回答。啊，那么我们因为还没讲到这里，我们现在暂时就不讲啊。下面我们来看这一个活里面的第二点啊，刚才我们已经讲到活了是这个三个字，啊，活里面的第二点，那就是我们看见耶稣，我们举两个具体的例子啊。首先第一个例子，那就是耶稣跟马大的对话。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约翰福音第十一章23-26节，约翰福音
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我们一同来念。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我们先来把这段圣经里面的有几个重要的字，我们用数字，也就是用原文，我们把它来指出来。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也就是说，活过来，在这里用的是零四五零。耶稣不是说，因为这是指活过来，而不是指做一个复活的真理。总的这一个内容都是在零三八六的复活真理里面。但在这里耶稣首先说，你兄弟是一定会活过来的，零四五。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就是零三八六了啊，他必复活，活过来，零四五零。”你看这个圣经里面这样的用这些字啊，我这样的举例以后，我相信弟兄姊妹，你对于什么叫复活，什么叫活过来，应该会有一个区别的概念啊。复活是有一个特定的时间，特定的一个环节，有特定的内容的一个真理。而今天我们说我们会到的时候要活过来，那是用的零四五零。接下来耶稣就对他说了：“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这一个复活就是用的零三八六。前面耶稣是用零四五零，在这个地方耶稣就用了零三八六了啊。因为我们说马大提到是他兄弟要到什么时候才零四五零的活过来，要到复活的时候，那耶稣就告诉他：“我就是复活，复活在我。”我觉得我们中文这个翻译也不错，就是说这是由我来决定的，我是不是要叫你的兄弟一定要等到复活的时候才复活呢？还是现在我就让他能够活过来？零四五零既可以指从死里复活，也可以指从病床上起来。耶稣的意思也就是用了，在这里其实是用了一个双关语。今天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因为我们知道这一个复活就决定了这一个生命的转换，这一切都是在我们的主耶稣。这里的生命就是二二二二。今天一个人的生命也都是在我们主耶稣的手里，今天人的生命能够从死的状况到活的状况，也都是靠着我们的主耶稣。但是一个人生病死了又能够复活活过来，那也是主的大能。到底我们的主要做哪一件事？我们说耶稣在这里还没有很清楚地告诉他，一直要等到耶稣叫拉撒路从坟墓里出来，马大才懂得，原来耶稣说的这一次，那是指着拉撒路，他要从坟墓里出来的那一个复活，啊，活过来，啊，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就是我啊，在一开始那个啊思考题里面有提到的啊，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啊，在这里弟兄姊妹有一个字。我们要看到耶稣也是用的很特别，耶稣用字用的非常的啊，我们说是可以说非常的有技巧。耶稣很喜欢用一些双关的话啊，但是呢，从这个里面就把一个真理的信息说出来。在这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这个死是零五九九啊，身体会死。但是我们说在这里接下来的这句话，我们中文就翻得不是那么好，也必复活。在这个地方其实不是用一个复活这个字，既不是零三八六，也不是零四五零啊，而是二一九八。二一九八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生命的，是活的。而接着耶稣连住两次用二一九八，凡活着信我的人，也就是用的二一九八。
也就是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他是活的，有生命的，他的生命是不死的。然后这样有生命的，生命不死的人，也就是信我的人，他是永远不会死的。这永远不死是指什么？就是指他的2222的生命。2198也是两个地方都能用，生命活着也能用。而那一个我们说另外的那个5590的性命，人的生这个人一生的那个情形，活着也是可以用2198。反正他的意思，那是一个形容词，那就是活着的意思。所以耶稣在这里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是活的。那么当然我们主耶稣在这里指的活的是指什么？2222的活，这个生命的活。然后他就说，这个2222凡活着的信我的人永远不死，这个生命是不会死的。并没有说05900599都不经过，0599还会有，但是他这个生命不是因为经过0599就死了就完了，而是生命的转换啊。你信这话啊？那么这个是原文，我们稍微看一下。下面我在这方面给大家做几点介绍啊，总结一下。耶稣这里用了一个双关语，你兄弟必然复活，既可以理解为将来复活时的补起，也就是说到0386的时候0450，也可以指现在就得到0450，不是复活的时候，那不是复活，那只是什么呀？耶稣行了一个神迹，死人复活。那么如果说不是死人，一个有病的人耶稣医治，绝诊的人耶稣医治，他活过来，那也是用的是0450，都是可以用0450。那么当时耶稣因为用了一个双关语，马大有没有回答错呢？我们说马大没有回答错，马大信的完全对的。在一般的情况下，拉撒路死了是要到复活的时候，就是要到0386的时候才能够起来，才能够0450。所以我们说马大对耶稣的话的理解他没有错，而耶稣这一次他只是一个特恩，让拉撒路从死里重新活过来。这个活过来是重新活过来做人，这跟头一次复活弟兄姊妹是不是一样？并不一样。所以这不是0386，这是0450啊。这样弟兄姊妹能不能清楚？在这里我顺便也是要提一下，很多人以为马大只是忙着做饭啊，还思虑烦躁，好像不像玛利亚这样坐在耶稣脚前听到。如果马大没有在耶稣脚前听到，认真的听的话，他能有这样的回答吗？从马大的回答，弟兄姊妹应当说马大的真理清楚不清楚啊？非常清楚。我再说拉撒路从死里复活，那是耶稣一次特别的恩典。在一般的情形下，马大的回答绝对正确。一个人死了，今天我们说你一定要我们的主耶稣开恩，要叫他从死里复活过来，我说可能你会失望。过去我碰到过这个事情，那好像我记得那还是在文革的初期啊，那时候有一位老弟兄去世，那是在一个乡下。那位弟兄听说那是非常的好啊，非常爱主，他的儿女也都很爱主，他们觉得他们的父亲不应该去世，所以他们就祷告，而且他们也是凭信心说神要叫他活过来的，所以怎么样都不肯埋葬啊。当然最后还是埋葬，没有活过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马大的信的没有错。一般的情形，我们的主不是随便那么样行神迹，哎呀死了的人信了耶稣的，你爱主就让你又活过来了，那这样的话我们说爱主的人就长远不死了。今天我们说我们的不死，耶稣接下来所讲的那个不死，绝对不是指着你这一个今生的人生不死，
而是指着你生命不死啊。所以我们说在这里耶稣二一九八也是一个双关语啊。我们来看到啊，这一个啊活着两次连珠用也是一个啊可以说双关语啊，借助这一个活着这个字要告诉马大，那就是今天啊我们活着信耶稣的，我们这个生命是永远活着的啊。所以在这里耶稣就着马大说到复活，就是零三八六的问题啊。因为马大首先就提到他的兄弟拉撒路要到什么时候才会活过来，要到复活的时候啊。所以零三八六其实就是复活的时候，因为马大提到了零三八六的那个问题，耶稣就指出这个零三八六是属他的，二二二二这个生命也是属他的，就是说我们的主耶稣他要有一次特别的例外没有什么难处，他可以做到啊。信他的人纵然会死也是活着啊，也并没有说也必复活。这是我们中文圣经，因为在这个地方不是用零四啊，不是用零四五零了，也不是用零三八六，而是用的二一九八，那就是说是有生命的，是活着。也就是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他这个生命怎么样，不死的，是活着的。而且接下来他又是用了零二一九八活着的人，这个时候这个活着又是好像是指着这个人生的活着啊。耶稣常常是在借用两个意思，双关的意思，在这里面就表现出真正的一个重要的信息来啊。那么活着的人，信主的人，他是永远不死的。这个永远不死，那是指着他的生命二二二二的不会死。零五九零的死只是死肉身，不死生命啊。这个生命我们再说，种下去像一粒麦子要长出来，这个生命是不死，生命只是转换，只有转换没有死，只是这个人生在人看来是死掉的啊。所以这就是耶稣对马大特别指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啊。通过这个内容让我们可以对于这个复活和活过来，让我们有比较更清楚的一个认识啊。那么这个呢啊，就是我们说啊，耶稣对马大对话里面我们能够看到认识的啊。那这个死只是身体死，代表人的那个生命，就是那个二二二二，那是不死的啊，那是不死的。好，我们啊下边再看最后的那一个，有一点，还有一点啊，那就是耶稣跟撒都盖人的对话。我们再把那一个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二节，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二节，我们一同来念。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从耶稣回答撒都该人的话，我们可以知道，今天我们的神，这就是指着这些撒都该人，借着那个什么七个兄弟娶一个妇人，将来在天上的事情，啊，这个刚才我们已经提到这个事情，撒都该人是认为没有复活，人会活过来，那是另一事了，所以这个。前面那个七个男人都娶过那个女人，这个事情已经了结了，没有，现在是重新开始，没有复活。但是呢耶稣又说有复活，但是呢七个男人娶一个女人的事情确实过去了。区别在哪里？耶稣讲有复活，
使这个人的生命那是一直的，是继续的。而撒都盖人呢，认为这个生命不是继续的，自我是继续的。我有前生，我有后生，这个两个生没有相互联系，只都是我自己来过。他们不是把人的生命作为代表，确确实实撒都盖人是最自私最自我的，在他们的心目里面只有我，我才是一切，我代表一切。而他们那个我不是指着生命，而是指着肉体。他们的我说的更清楚，就是他的救人。他认为在救人这个，在今生我过了这么一辈子，怎么样的享乐，怎么样的犯罪都不要紧，来生重新开始。像这样的人来生，他还希望再次的享乐，再次的腐化，再次的自我中心。可是在神那里不是这样。那么我们从耶稣对他的回答，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是活人的神，意思就是怎么样，有生命的神，是生命的神，活着的人，生命的神。亚伯拉罕当时还活着吗？不活了，对不对啊？但是我们说他是活着的，从哪一个角度来看他是活着？从他的生命。他的生命有没有死啊？就从我们要回到刚才耶稣跟马大的话，活着信我的人怎么样？永远不死。永远不死。所以亚伯拉罕死了没有？没有死。亚伯拉罕信不信神啊？信。当然信。因信称义，我们就是走了亚伯拉罕的子孙，对不对啊？我们是走亚伯拉罕信心的路的。耶稣在这里就是告诉他什么？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不仅仅只是在0599死了之前的那一段的时候，死了以后，他们只是肉身死，生命不死的。神是这一个生命的神，这些人的生命的神，生前也是神，死后也是神。所以我们说那是复活的。这两个，这个生命是同一的，那是有关系的，在0599的死前和身后，两者是有密切关系，是关联的，啊，所以我想，我在这里给大家啊，可以说有这样，啊，这个耶稣的意思是这样，神是活人的神，那么这个活人就指明，我们说过去我也是搞不清楚了。那亚伯拉罕到底算是活人还是死人？那亚伯拉罕不是死了吗？今天我们说从0386的复活那一个角度来看，亚伯拉罕的生命没有死，2222的那个生命，亚伯拉罕是一直活着的，凡活着信我的人永远不死。所以我们说神是活人的神的意思就是怎么样，今天我们的神不是只是你肉身，如果只是你肉身的神，那么你这个肉身到了0599死掉了，那就结束了。但是我们的神他是2222的神，是生命的神，活着的神，而这个生命是活着的啊，在这里所以耶稣用了2198，是活的有生命的神，意思就是说代表人本性的生命是不受死0599影响的，不论生前死后都是同一生命的延续，是同一个人，对不对啊？将来我们说我们死了，我们将来再复活，我们到主那里去，你还是你，至于是不是你还叫这个名字，还是我们的主已经赐给你一个新名，那是我们说应该你是会有一个新名的，但是将来我会认识你。当我认识你的时候，我是怎么认识的，我自己也说不上。如果光是要凭外貌，可能你那时候你的外貌已经变了，因为那时候你已经是荣耀的，那是不朽坏的，是永远的。所谓不朽坏是永远的，那就没有老少之分。那没有老少之分，这是怎么样的一个外表，那不是我们能够理解的，因为那是将来的事情，已经超越我们的想象。但是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认识，
现在我们认识一个人，我们用我们的眼睛，我们用我们的记忆，将来用什么我就不知道了。现在我们有五感啊，我们有那个啊五个感觉，对不对啊？啊，有五个感觉，但是我们说，今天就是在动物里面，我们说有些动物呢啊，研究出来动物都不止五个感觉，还有第六感觉。那么现在我们也有的时候用第六感觉，那就是一种心灵的感应。我们说这个第六感觉常常不准啊，但是有的时候好像也会准。那么我们说，我们现在不用去说那个第六感觉，将来我们到底有多少的感觉我不知道，可能60个600个，我们会有很多可以来感觉的。将来我能够认识你，我们也能够记住这些事情，我在哪年哪月哪日，我在什么地方，我们在一起，我们在上课。但是我们说是通过什么来认识，可能这个感觉不一定是凭现在的五感，现在的五感是非常的有限，非常的可怜。我们知道人的那一个五感差得很，没办法跟动物比。据说那个狗的鼻子是人的嗅觉的100倍，所以我们常说狗鼻子，对不对？它那个嗅觉是我们的100倍，它闻了以后，它的那一个记忆分辨比我们强多了。人在那一个灯光下能看东西，但是如果说是到了超出灯光的那个光谱，看不到东西。听说蚂蚁在没有光的情形下，它借着紫外线能够看到东西。那么这一个眼睛的感觉也是人跟蚂蚁没办法比，所以你不要以为我们人很了不起，神造人确实，人跟其他的动物不一样，那是生命不一样。在某些本能的技巧上，那些动物比我们还更强。我们说一个蚱蜢一跳可以自己本身身体的几十倍，人如果要跳自己身体几十倍，有没有可能？跳过自己的身高都已经算是运动员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说，我们就可以懂得，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代表人本性的生命，不受死的影响，生前死后是同一生命的延续，是同一个人，但是两个境界，这两个境界，生前是物质境界，死后是什么？灵界。我们说物质和灵界呢，那是完全不同。所以耶稣在这里回答那一些撒都盖人的意思就怎么样？生命是延续的，神是这一个生命的神，并不是像你们讲没有复活，绝对复活的。你们今生所做的，将来是要交账的。但是生活内容不同，那7个男人娶一个女人是物质生活里面的那个人生，将来确实是过去的。将来在天上绝对不是再这样的要去组成家庭，要组成家庭的话，确实是要产生问题的。但是我们说，生活内容没有延续，生命确实延续。这就是耶稣在回答这些撒都盖人时候的一个具体的答案。那么这个呢，我也顺便要说一下，有些弟兄姊妹呢，信了耶稣以后，往往还是很自我中心，总以为将来到了天上，我只是跟我自己的家人团聚，跟别人还是没关系。将来我们在天上，我们会不会认识自己在今生的家人？我们一定能认识。我们在这里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尚且都能认识我们的家人，怎么会不认识？我们能够认识，但是要记得，当我们到了天上，我相信我们的感情会有所改变，我们不会局限在我们自己这个小家庭，不会局限在自己的小家庭，我相信我们在天上还是一样会来往，在那时候我们的来往很方便，我们不需要坐车，因为我们的身体已经是灵体，要想到哪里就去了哪里。所以在那时候我到你那边来访问，希望你能够接待我。不过我希望你那个房子造的大一点，对不对啊？不要都是现在都是草木合建，到的时候一烧烧光了啊！那我到了你那边，剩下的很少，
你那时候你就觉得很不好意思，怎么来接待人啊？所以我们想到这些，我们现在也应该怎么样，好好的多努力爱主。将来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我们都是有一个大房子来招待其他的人啊，那时候我们一同欢喜啊。所以我们说耶稣在这里的意思很清楚，生命是延续的，生活内容并不延续啊，这是第一。然后第二，撒都该人是什么意思？撒都该人是以自我为人的代表啊，他是以自我为人的代表，人的生前和死后乃是自我两次互不关联的人生啊，乃是自我两次互不关联的人生，死后的自我会进入另一世的生活，和今世无关。正因为这样，所以他们在生活上放纵自己，他们不害怕，他们不认为有审判，因为没有复活。复活、审判这些都一定是连在一起啊。他们不承认有生命的延续，所以不相信有复活的事啊。这就是撒都该人的一个观点。当然我们知道撒都该人的观点是遭到耶稣的指责，那是错误的。今天我们说生活确实没有延续，今天如果有好些人都是有生活延续的那种想望啊，那一个啊，有的人说哎呀，将来啊我们到了天上，我喜欢旅游，所以啊这个世界宇宙有这么多的星球够我旅游的了啊。其实我们说如果在永世里面你只是旅游的话，那就是再多的星球也不够你旅游了啊，因为星球是有限的。今天我们将来在天上到底是做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相信我们和我们的主在一起，我们的主有他永远的计划，这个时候的那个计划就已经超越了我们这个物质世界的内容。我相信在那个永世里面，我们不是会那么样闲得无聊，我们一定会有很丰富的内容，而这些内容不是我们今天能说得像说得出来的。那不再是我们说七个男人抢一个女人的问题，没有这一类的问题，但是我们说我们的生命还是延续的，你还是你，今天我们的神给你这个生命那是永远的，这个生命在死之前只是短暂的人生，但是我们的神何等奇妙，借着这短暂的人生要决定我们在永世里面的荣耀，我们在永世里面在主面前的价值。所以我们说今生何等的重要，当我们明白了死，明白了生，明白了活，我们就知道我们要好好的为主而活，这样才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有价值有意义。因为有复活，将来我们在主的面前要交战，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今天我们对于0599的那个死我们并不害怕，因为那是我们生命转换的一个机会，是我们进入永恒灵界的一个门户。今天我们因为信了耶稣，288跟我们已经没有关系，所以当我们能够认识这一些，我们真是可以说满心感恩，神实在为我们准备了何等美好的生命。我们自己犯罪失败了，我们的神又为我们准备了何等大的救恩。今天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实在可以说是尽善尽美啊。好，我们这一课就到这里。